Thank you.
现在做的呢是巴瑞特的机械秒钟器，啊，它分为前秒钟器和后秒钟器。我认为演示的呢，还是先把所有的单独零件全部粘好，然后再最后组合。
撞器的两头呢会有两个螺丝，这个螺丝呢比较小，我放大一些给大家做演示。单独零件全部完成啊！现在我们开始，先把它们分开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开始粘贴。现在我们手里边正在粘的这个呢是前瞄准器。前瞄准器完成了，我们开始做后瞄准器。后瞄准器粘的时候呢，同样的那个胶不用太多啊，只有点一点，它们就可以粘住了。完成了，提前大家看看和你想象中的样子是不是一样的呢？现在做的呢是巴雷特上的一些小的部件啊，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其实也不知道啊，只能大家先看一遍，看看它，然后再看看它们是粘在哪里的。
在从外面做的这个呢，一个叫做快慢机，比较小的一个零件，它要自己得有耐心。具体位置呢，大概在弹夹的正上方。更仔细一点呢，大家要参考一下说明上面的位置，多看看，多比较一下，不要急于粘。快慢机的位置呢，就在握把的上方啊，有一个白色的点儿啊，就这个位置，绝对没错了。